马国明一向都是圈中的笋盘，不单止生得靓仔，人品仲好好添。日前公布新恋情嗰阵，收到不少圈中人的祝福。呢日黄翠如出席活动，都忍不住要向佢催婚啊！系咩方法都好啦，希望佢快啲结婚。都一把年纪啦，其实我为佢好开心嘅。咁即系好希望，特别是因为 Erin 是好好朋友，咁所以 Erin 成日都好希望佢可以快啲，即系快啲成家立室，咁加埋今次男神加女神，即系咁完美嘅配搭，咁我相信大家都为佢开心，快啲啦，快啲！咁好兄弟黄家乐又点睇咧？听讲林子善因为马明隐瞒恋情，所以嬲猪，好开心啦！二哥咧就终于有呢个新恋情啦，我又冇、啊，因为我觉得因为我习惯咗佢咧，其实乜都唔讲嘅，咁啊，尤其是啲。關於佢自己愛情嘅嘢咧，咁但係知道佢有個新嘅開始咧，我哋大家成班兄弟都其實都好開心嘅。子善呢啲就呢啲係咁以發下啲細路仔脾氣啫。佢錢蚊唔係問題，但係要一呢、這個一定要通知我哋一聲咯。